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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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要给一个人。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谈恋爱是没有公式的，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游戏，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战争，只要找到适合你们两个人而且都乐在其中的方式，你们就会是超幸福恋人。超幸福恋人，你们一定会幸福。的掌声来欢迎这对超幸福恋人为我们的 party 带来压轴，演唱一首《小乌龟》。唱的还真不错，就跟你说，我的歌声一定会让大家惊艳吧。谢谢各位贵宾的莅临，也非常感谢这对超幸福恋人为我们所带来的表演。因此，我要跟各位宣布，今天E-News社庆圆满成功。病患的状况如何？伤患头部受到撞击，没有明显外伤，内伤情况不明，目前呈现昏迷状态。先做断层扫描确认。是。在外面等候，等看检查结果。有哎，有北楼怎么办啦？啊！你不要急，不要急，站在这里也不会有结果的了。坐那边去等。哎呀，急死人了，怎么办？哥，
没事的，先到旁边坐吧。走吧。我们要进去了解沈老师的状况。不行，被医院进行采访的。快让我们采访一下去。现在外面聚集很多记者，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出面说明一下。柯群，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去吗？当然可以，小师总是勇敢地面对问题，我当然要这么做。我不想让我的歌迷担心，相信小师也不想。走吧。不好意思，失陪一下。请问陈小师的状况如何？有没有生命危险？陈小师目前的状况是昏迷。本人仅代表 AM 整合行销公司，对陈小师还有他的家人致上120,000分的歉意。本公司也会对这个事件负起完全的责任。能请何群针对陈小师现在的状况说明一下心情吗？谢谢大家的关心。虽然小师现在的状况是昏迷，可是我认识的陈小师不是脆弱的陶瓷娃娃，一碰就碎。所以他一定会醒过来的。陈小师现在不是昏迷的吗？你怎么这么有把握他会醒过来？因为我还欠他一个告白。为了要让我跟他告白，他几乎用尽了所有方法，才跟我约定明天早上10点整在校园跟他告白。他是不可能错过的，所以他一定会醒，他一定不会缺席。我会帮小师加油，一直到他醒来为止。记得在我最低潮的时候，小师曾经花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用蝴蝶面做了一个微笑拼图给我。每一片都代表了他为我加油的心，每一片都在告诉我，只要笑一笑，没什么事过不了。所以，现在应该是我帮小师加油的时候了。所以我想从这一刻起，今天晚上为小师画10,000个微笑乌龟。好，微笑乌龟。是的，小师永远都用他的乌龟精神来面对问题，所以这一次我也要用每一个微笑乌龟来代表我对小师乌龟精神的加油。